不管路风霜，只怕是风霜。虽然可爱哭，我并无乱用，情海茫茫愈坚强，情歌声声无俗语讲饲鸟鼠咬布袋，所以一般来讲，鸟鼠不是什么好物。民间风俗相传，正月初三是鸟鼠娶亲的日子，暗时也得关火休困，也是点仔米。目的就是希望将鸟鼠请出去。不过，真鼠跟鸟鼠无同，真鼠会为外口咬钱一摆是好吉兆，还过找风水地气，风水若转，伊咪对咧走。有人讲真鼠过船高，意思就是风水真有叫真鼠带走同款。今仔日细说台湾，就要来讲一段真鼠斗战争找钱的故事。俗语讲：地多鸡汤咸无菜，土豆八平你就知。金龟高子王家孙，真鼠入体在运来。路途八字天注定，工日工时无共命。三更起厝四更拆，十年风水轮流行。土地公蛇唔通拍，虾仔机械见人破。反璞为主有技巧，老宅哪会变老爷？请收看今天的《细说台湾机器加金龟》。鸟姐，鸟姐，别走了，小弟。好啊，早看一款物件无去，我昨日是去见鸟姐的头家，我准备来讲下事。滚！滚！滚！老爷，老爷，是啊，先生来。是啊好啊，拄才迄只吼是真死袂用去拍啦，真死袂用拍，前头本来袂用拍，真死吼是要甲咱砸来好运的啦，啊财运啊是钱运哦，拢是真死替咱砸来啦。你若是甲拍，还是甲赶，咱就表示讲甲钱运哦赶出去，甲财运哦我拍歹去啊啦。是安尼啊，来啊，歹势啦，啊你就干办咧。啊好啊，好加在你拄只吼是拍到我的脚，唔是拍到真死啦。那无真心，若是甲你处罚了，你就知影苦啊啦。哦。好嘞，好嘞，我们过来拿一下。来，来，阿弟。你们不会这么贪嘴？来呀，太子，龙王海边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妹要死呀！什么？小妹死呀？恭喜老爷。哎呀，你先啦！我不到这点，那就没事啊！啊，阿爸，别乱！下山坡别乱！哦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别，请两个，好好好，来来。机器除了嘴较尖以外，甲一般鸟鼠食得真共款，所以电脑风就唔对了。加在老老爷及时来主动老管家拍机器，即马主簿两人相喜临门，看起来机器真的是吉祥的好物啊！我真强的地气，这是谁？原来这间厝起在凌平那个宾馆呐。风水天神哦，住伫遮个人，这就是大富大贵、大发财。
当然是黑手，活动了上来。这厝内面应该有两个男丁的来出事。喂，干啥嘞？哎，啊，你来搞阮家红玲珑摕落来啊？这红玲珑袂用挂。今日阮家有喜讯嘞，是红玲珑袂使挂。挂这红玲珑，破坏恁的地气。我咧做是为着恁好啊。我啥物为我好？我看你是来弄乱的啦。我是故意的，你是我，你是什么大事？你是来咱家冤家？老爷，这人真奇怪呢。今仔咱厝意思，伊竟然唔准我把红灯笼挂起，是只我徛落来啦。注意老爷，这红灯笼千万免挂，若是挂起，破坏着领导的风水地理。这位先生，你看起来好像有出外啦。我看吼，这个雨一时半刻无都停落来，不如安尼啦，你稳到小坐一歇睏一下。看来老家的厝都起伫遐啊遐顶头，遐啊遐主富贵生财，所以老家才会遮兴旺。但是因为红色是遐啊紫色了后的色，所以老家忌讳见红。这个地理先看老老爷安尼面相真好先，是六神好气的大好人，所以就决定要替挽回，给人破坏地气。安怎？已经被我化解了。这尾鱼也恢复绿色了。不过你千万爱记，这厝内面啊，千万袂用用红色的落去装潢，红的衫裤袂用穿。除了过年大红春联，红灯笼袂用挂。红色对恁来讲是上大的禁忌。林正兴，你所讲的话，我个禁忌在心的。嗯，对了，老爷，林孙是伫个当兵来出事，伫今仔日应该伫个西兵要一个查甫囡仔来出事啊。无唔对啦，系我的孙啊。哦，林正兴啊，今晚什么问题啊？这两个囡仔，刚日。同一个所在来出事，也就是讲以后命运互相相牵连呐。老爷，我较无礼貌，讲一句话，人讲富不贵三代啊。这句话是安怎讲啊？也就是讲啊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这丛树后人若是无好好甲照顾，同款会来衰未去。也就是讲，以后阿福爷孙。伊代替老员为恁孙的一切。什么呀？老爷啊，我交代阮阿叔啊，阮全家全心哦，守护老家。阿福啊，风水流转是人无法度控制。拄只我有看到老家这灵验，这尾鱼啊，伊的手西边比东边较有力啊。林先生。啊！你拄则毋是讲遐下个地气会保庇阮老家富贵？谁人即马又搁讲哦，风水会轮流转啦？人气啊，会去影响着地气。家属若是好个人啊，地气也抵唔着；家属这人个德行若是无好，地气被影响了，自然会来衰微消失去。你是讲，阮孙仔大汉了会变歹？只要阿虎个孙。手伫恁孙的身躯边，来甲固掉，伊就袂变歹。毕竟啊，一尾鱼捡任何一个手，拢是唔好的。哎，你意思是讲，若是阿洪伊孙啊，无守护我的孙啊，那安尼，伊孙啊就会颠倒变过来，啊，侵占阮老家一切。袂啦，老爷啊，阮阿老家绝对唔敢安尼做啦。那安尼，敢有这方法来破解？有，只要你会记我所讲过，富不过三代。以义为戒。小鬼啊，小鬼啊！哎呀，
阿福啊，你今日来穿甲遐尔水，搁地球啊？迄块甲换落来。是。嘿，嘿，你是咧创啥啦？那你替我老改改变啊？阿福啊，你替我来个主动啊，阿福啊。嗯，真好。来安尼。以后阿福一孙会代替老员为恁孙的一切。袂当有这件代志发生。老爷，你伫遮做啥？阿英啊。我，姊妹，哎呀，你要创啥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呦哥，你对面坐，我叫去。囡仔，请你原谅我，拢爱怪你生唔着所在，你放心。我一定替你做孽，予你后世人投去一个好人家。这拢是注定的。虽然阿老一个出世就注定爱做富贵的奴才，但过第二先呢说预言讲富贵就要靠伊地阴，但是富贵娇生惯养，将欺负阿老当作是理所当然，伊安尼做会替家己惹来什么麻烦呢？一幅金翅加金龟的图，恁金翅吼一定最爱食金龟，对无？
等下吼，这金瓜饼请恁吃。来，这盘请恁吃。这金瓜饼好吃嘞，好吃。这金瓜饼好吃，阿叔，加吃。对啊，多谢你呢，今仔日出手相救。你的金瓜饼好吃呢，哇！又看是这包金瓜饼分享哦，阮真是就把你当作好朋友啊。嗯，以后你若是遇到困难哦，阮真是一定给你斗相共啊。多谢、哦、阿叔，带你走。亲戚变作人情，还阁会讲话。哦，这足稀奇的呢！叫阿公健康快乐吃百里，阿公在哪里？富贵啊，足乖呢！来送阿公什么啊？哦，这是金仔做的金丝甲元宝呢！富贵啊，这一定足贵啊！你哪有这种物件？这是阿爸顶摆去做生意的时阵要转来给我的，我知影阿公最爱支持的。今仔日阿爸甲阿母去做生理，还袂转来，我就是把这个送给阿公，代表我甲阿爸阿母的心意。真会讲话，啊是啥物人甲你教的？我家己想的。好好好，真会讲话，遐尼啊细汉，收代志哦就遐尼啊周全，后摆哦一定真有出头的啦。阿龙啊，你有物件要送阿公，阿嘛紧摕阿公啊。好，阿公。我无钱，通好买贵重的物件送你，所以干那会当做金瓜饼予你吃。拜托，这款物件哦，搁我摕出来哦。富贵啊，你咧乌白讲啥物啊？阿罗啊，多谢你呢。阿公今摆哦，就来吃看卖。阿罗啊，你的金瓜饼哪会变真正的金仔？好、哦，你是不是想变戏法啊？我哇，这水的呢！唔对唔对，这只金龟不可能是金马仔。阿公啊，你唔通让阿乐骗去呢！人看人就惊，两下妖怪，专门教死无条的囡仔。哎、欸，你不是只金龟，我会当送你啊！哈哈哈，无啦，我无啦，我要转去啊，阿公。妹妹，我只有两只金龟，一个是真的姨妈做的，一个是假的。你来算一下，假使你若算到真正金龟，我就给送予你。而且你都有等回去，假使你若选到假金龟，你就要留在这陪我。你选，我不爱啦。袂呢，你就要选，阿无就袂当回去。进来啊！进来！哈哈哈哈！放出去啊！放出去啊！你选唔对啊！要留在金龟内底。假使你若是感觉无聊，内底有菜虫，会当甲你做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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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公，我俩准讲你无救啊！所以，迄找拢是面吗？足好诶，我无支持来去做伴，嘛无互家己诶金龟内底，足好诶。对对对。啥呢？迄个金龟咧？啥物金龟啊？阿老师，你用金仔做诶金龟啊？免啦，有啥物用金仔做诶金龟啦？阿老哪有即款物件啦？阿老啊吼，是透过用金色诶油彩咯，擦。
插伫个金龟顶悬，跳过庙，阿公欢喜个啦。无金龟，真正无金龟。原来哦，死狗创治哦。地理先已经讲老家好业未过三代，而且少爷地位有可能叫拄啊出世阿罗个初代。老老爷一时糊涂，竟然想要将阿罗个阴事，阿罗躲过一劫，但是躲未过注定爱做富贵老财这个命。加在支持者对阿罗真照顾，帮助伊躲过重重的难关。阿罗遵照老爸甲阿公的交代，继续留伫个老家守护富贵。也毋过富贵自细汉就真讨厌伊。唔相信讲家己甲老家多一个下骹手人来守护，所以想尽办法就是要甲赶走。明明好食的菜，嘛挑工讲袂好过咧，干那就是要甲刁难。阿老啊，这乌米嘛是什么菜吼？哦，是福菜炖红烧吧？福菜？这是擅长咧食的物件呢。安那，我即摆是无付你菜钱哦。还是讲你向我的生活甲地位哦，都共人食种菜啊？无啦，福菜乃是善食人食的物件，用福菜就一定红烧肉，才会当引出肉本身伊的清甜，真好食啊！我讲歹食就歹食啦，你搁想要搁我钱？无啦，这个歹食物件我食袂落啦。来，这盘互你全部食落去。真心诚意的啦，小奶奶，请你将你的衫脱掉。什么啊？你想要怎安怎穿？阿罗啊，你真好办呐，竟然当着少奶奶无礼，是我平常时哦对你失望，你错袂成啊？不是啦，少爷，敢讲你无记得啊？老爷有交代，老家的厝是起伫遐下顶面的，所以讲厝内袂当有红色的。啊，少奶奶穿红衫嘛，当然袂用的啊。哦对哦，因为啊，我看哦，你也是红衫穿的。什么啊？是你阿查，我是特别为你做的呢。我穿着还袂欢喜嘞，你就叫我脱落来，明明要甲我气死。新官伙啊，你莫生气啦，你一生气哦，我就会足紧张的呢。啊，若无，你先甲这件衫裤脱落来啦。啊，等一下吼，你要啥物款的布料，我拢买予你。另外吼，咱阁买足侪足侪新衫，好不？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真乖乖，啊对啦，进来吃些菜咧。你看阿罗今仔煮的吼，那么合你的口味啊。旋转啦，遐尔歹食哦。哇，阿罗啊，你看啦，你煮的菜吼，唔然我咧嫌啦，连少奶奶都食袂落去啊啦。唔是啦，啊最近唔知安怎，啊明仔食了就吐，是啥物胃口拢无？不对啊。我是不是治着这么严重的病？哎呦，我的头有够痛的啦！少爷，少奶奶无胃口，敢会是因为有心啊？你真是的，我心肝火，你有心吗？你有心吗？你人讲吼，有心的人会特别想要吃物件，千万唔通无食呢。对啦，你敢有想要吃啥物？哇啊！我就要吃酸辣汤。酸辣汤哦。阿乐啊，你即马哦，随家煮一碗酸辣汤过来，来等下少奶奶食了，过会想要吐。难怪你是领薪水，你哦是我菜头的呀。哼。行啦，金华辉。金华辉，来帮你叫困啦。竹笋是热天才有诶呢，啊，即马是冬天要做找竹笋来做酸辣汤。就东方有好事，这本册里底哦，讲我今日向东行，会有好代志发生嘞。
南、北、西、东，哈，我已经夹到对啊啦！哎呦，那安尼啦，这夹一步就去打着高山，我明明讲我向咱家有好代志啊！我知啊，一定是哦，我要行高山云啦。嘿，这是有狗呢！啊，这只狗是在乌啥？哎呦，原来是只骨头。啊，迄是你食的，我嘛袂用食。嗯，透早到今晚拢还袂食物件，就枵的呢。嘿，迄是啥？真是好代志发生啦！天公伯啊，我情主哦，袂贪心啦，但是无黄金哦，白银嘛好啦。哦，原来是孙顺哦。哎呦，是啥物人哦，把孙顺带伫遮啦？不要紧啦，无鱼哦，虾嘛好啦。人讲哦，孙顺配饭会开鼻。哦，我咧煮我白饭就拢无。喂，我阿伯，即摆是冬天，根本就无可能有滴笋啦。哎呦，无嘛还是有一个办法甲生出来，你若无，少爷将我抬头。你大口气，大家我伫咧找你的麻烦。你王家一家三代，我叫你守护老家。伊无感激你，佮处处刁难你。哎，无你家真正是安尼哦，伊才会甲我刁难的。安怎讲啊？你是袂记老赖爷讲的话哦？伊爱我，一定爱好好守护老家。啊，少爷是老家的子孙啊，伊无多守护，所以靠我一个下骹手人呢，安尼伊当然嘛无欢喜。嗯，讲了嘛是对啦。既然伊才会讨厌你，你离开啊！你这狗，今找伊就偷咯。哎，袂用嘞！阮阿公有交代，阮阿爸，阮阿爸佫交代予我，叫我一定要好好守护老家。无论少爷哪对待我，我拢袂当离开。人对你无情，你何必对有意嘞？你真正是死脑筋。哦哦哦，对对对，啊，唔你较敖，你较巧嘞。我请你甲我讲下吼，要安怎才当伫个冬天找到一顺？对啊。二十四号内底有一个号主，靠地心顺，你嘛有去靠看卖，无你看，真正会靠出地顺哦。是真的是假的啊？当然嘛是真的。人讲母孝存顺，孙仔若是要洗了紧，重点就是水，你若是靠就有水。嘿，紧来，紧靠啊，紧靠。哦。无目屎，我将卡目屎无够，哎，你做伙来搞，是，起来啦，起来。那有人伫遐哭啦？你在哭啥？我爱卡脏了。你安怎无？我怕麦。免啦！哦，你安尼叫我用喊到大声，也要甲我惊死。哎呦，死你啦！你是安怎直接哭啊？啊，对，我是要……阿大，你对我讲，你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卡
靠伫西顺啦。啊，对，我是要靠伫西顺啦。对啊，甲谁讲话啊？啊？啊，你对我讲啥？靠伫西顺？你是头壳歹哦？我想讲哦，迄是册内底写来骗人的，想袂到真是有人相信。我哪有咧头壳歹？迄是阮少奶奶破病，伊讲要食竹笋。我今日若找袂到竹笋，我就要捡伊抬头。真可怜哦。啊，不过这个时阵根本就无竹笋啊。啊，对啊，我才拄好有一样竹笋哦。啊，真是的。嗯，这竹笋哦是足珍贵的，你若想要爱啊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嗯。当然是爱用钱来买啊！哦，钱我有啦！哈，才一点仔钱尔哦！哈，我就干那只安尼。啊，凊彩啦，那这地上就给你啦。哎，多谢哦。这个故意人哦，实在有够好骗的。啊，有这个钱哦，我会当好好啊吃一顿啊。真是是哦，向东行有宝树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查某一身的水气，佮擦着就加冷水。阿罗，这阿内底是底啥物件？你连看者拢无看，就加钱偷别人。无你看，伊是佮你骗哦。干妹，我拍几块麦啊！哦，这根本就不是竹笋啊，是草哎！这生笋啊，查某囡仔有生的时阵吼，就爱食生的。无你家提回去，小奶奶食了后，伊胃口会开，行，咱回去厝啊。情况不会好吃吗？好吃，有够好吃的，是只那真真，啊，我胃口拢退啊嘞。好吃就好，好吃就好啊啦。老少爷，我来啊。阿诺啊，替我穿拍走，我站起来，搁要认识我。是。大夫啊，请。大夫啊，啊是安怎啦？你来伫海头，少爷，小奶奶并无有心啊。那有可能？我明明白只甲真厉害啊。因为是你真想囡仔，所产生一种假象。我开一贴药啊，互你，你食落就随好啊。孙国辉啊，我对，我以为我有亲啊，我对不起你。千万嘛，袂当做你做一个囡仔。少爷，大夫讲少奶奶身体安怎？阿龙啊，我即摆交代你另外一个任务啦。哦，你甲我想一下办法哦，互少奶奶有心。一个月以来，伊巴肚若是阁无消息哦，我就甲你抬头。哦，哼。哦，我无娶好细囝。我要来知影有啥物方法会当赶紧有心呐、啊！阮只是坐恁呐，就敢现在赶快，将来我无这烦恼呢。哎呦，做迄正本咯，唔靠吹草的啦，这拢来敢食迄个靠电视顺的王大仔。哎，我拄好食饭，开三块，啊，我阁买起一束新衫，糖粿呢。这嘛要开五块，安尼我就剩二十二块尔。哎，就要过年呢，总袂用大年哦，都伫迄间破厝食番薯仔过年。我想一个办法，过一个好年才会用。啊！哦哦，啊！啥物人摕物件欠我？啊！啊是你哦！哦，可
靠伫西顺，不是靠伫西顺啊，我叫做王龙。不管你叫啥，你给我倒退钱啦，拜托啦，哎呦。阿大，阿大，找钱你上高的，你到时候找钱去啊。哎，你是在跟谁讲话啊？了气，了气哪会加钱？所以伊唔是了气，伊是钱气。啊，既然伊叫做钱气，当然卖加钱。阿姨是你饲的哦。你敢会当介绍给我？我真需要一只钱鼠哦，来加钱给我呢。你莫讲啊啦，钱鼠嘞，伊是看什么所在地气好，伊就对遐行。伊是卖风饲的啦。我虽然是两看面相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你做伙时阵，你的气真歹，伊嘛无可能跟你行。你来知我气无好啦。哦，你看。凭我逐摆拄到你，我就拍卡像加恁顺，啊，搁去予竹仔吐着尻川，吼，啊，拄则搁去予钱欠着，我就知影你哦，是一个衰尾道理。你讲了无唔对啦，我确实哦是一个衰尾道理。哎，也毋过，顶摆你袂予我迄算个滴顺，还搁真有效呢。阮少奶奶食了，规胃口拢开啊呢。真实的哦。嗯。哎，也毋过，伊怎啊阁出一个难题予我？啥物难题？虽然讲吼，我是随便道理啦，毋过吼替人解决问题啊，我是第一名，我甲你讲。伊叫我想办法，互伊赶紧有心。啊，有啊！你会当叫你少爷，甲你小奶奶去拜祖先娘娘啊。听讲庄仔口迄间土地公庙啊，会祖先娘娘足灵验的哦。真实的哦。你叫什么名？到时这招若有效吼，我好我甲你说一下多谢。我叫假珍珠啦，啊，若是真是有效哦，你给我一点仔钱就用咧。啊哈哈哈，无问题啊。好笑，珍珠嘛有假哦，哦咯，真正是真空大袋，所以道理话才会听。唉。有假的人散袂久，无假的人是布袂长。阿罗听珍珠的话，带富贵甲金花来拜祖先娘娘。只是生囝这个代志哪有遐简单？富贵敢会全准拄煞呢？珍珠又搁咧安算啥？祖先娘娘啊，我甲阮对阿吼是少恩爱，也毋过阮的爱情到即摆拢无法度结止，啊，这是要安怎呢？吼，听甲想要吐。祖先娘娘。祝贺阮一个囡仔。不对啊，你看啦，博无杯，这是要安怎啦？哪会安尼啦？祖先娘娘啊，啊，阮老家吼收了遐遐个宝贝，应该是爱大富大贵啊。来到即马吼，阮连一个后生都生袂出来啦。怎奈有一支草会飞出来？刚讲是做只娘娘要祝福阮的枪，好对啊，咱来去拖枪子一只什么？哦。水果呀，是一张呢。好对啊，你真看卖嘞，这枪子一只什么？哦，因为出世好女儿，珍珠入门新贵子。啊，我知影。因为就是独立七妹，伊的意思解是讲，咱的一个独立七妹，找一个查某仔。哈哈，唔对啊，我就算讲哦，你即摆有生啊，啊到旧年的七月，嘛才六个月尔，根本就生袂出来啊。而且后壁吼，佫有一句啦，珍珠入门生贵子。这句话甚物意思啊？啊，一声生查某，一声佫生查某。阿乐啊，你讲佮会出来啊？解不出来，我喊你吼，阴暗阵阵哦，甲解出来啦，啊那无，我甲你抬头，退啦，哼，水母，咱行啦，嗯，哼。
读袂到，就要将我抬头。啊，你是这么希望我离开老家？哈，这哦拢是我安排的，当然嘛只有我才嫁出来啊。我看这个女哦，好贵呀。你这查某囡仔，真好大胆呢！啊，敢踮我的地盘，要甲闭鬼闭怪，好，一定要甲你教死一个。闭怪，都要多年无伫咧附近啊，安内可能拍牙枪。看你以后敢搁变鬼变怪无？我刚好听到有人咧喊声音，敢是共听到？无人啊？听唔到伊啦。哦，那一粒这大粒石头伫咧城内内底啊？惊咯，嘛有代志。啊！奇怪，啊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啊！什么人伫内底？你在树上。啊！阮少爷甲少奶奶今日去祖先娘娘遐求一支签诗，啊，阮少爷哦，迄签诗解袂出来，就叫我伫暗时啊进前一定要将迄个签诗解出来，要若无，就爱将我抬头。哦，又搁伊抬头，我看伊哦，无甲你挂出去，就唔甘愿啦。我看你就顺伊的意啊，离开这。但讲阮阿公有交代，叫你爱永远守护老家。那好啦，你若是离开，阮哦就无好食金鸡饼吃啊。到底是啥物签诗啊？因月出世好女儿，珍珠入门生贵子。嗯，我哪有这么奇怪签诗啊？是毋是爱去买珍珠，啊，了食珍珠粉就会生囝？嗯，你是不是跟阮姊姊做伙上久啊？无哪会一开嘴就是这？哎呦，啊不是珍珠粉，啊无阁有啥物件是甲珍珠有关系？他说是真假珍珠，啊头前迄句就对袂起来啊。嗯，啊对啦，阮顶边拄着迄个衰的道人，伊是毋是叫珍珠？不对啊，伊叫做假珍珠。安尼就对啊。如果伊是因为出世，安尼就表示伊住伫咧老家，会予伊阿花生囡仔。对吼，我来无想到啦，我赶紧甲小来讲。哇，这个珍珠花莲有够水个呢！富俊啊，你看这只珍珠花莲，够有好看无？富俊啊，啊你是咧想啥物啦？哦，是了啦，金花。我搁咧想，迄个签诗啦。莫搁笑啊啦！你看，这条珍珠破链，敢有好看？珍珠，建辉，我知影啦。迄签诗后壁有想讲，珍珠入门死贵子，
哎，那珍珠哦，就是这种珍珠啊。咱只要把所有的珍珠哦拢买回去，咱就死鬼子啊啦。对啊，太好了，头家啊，像这个珍珠项链、珍珠耳钩、珍珠做的珠花，只要是珍珠做的物件，咱就给我包起来。官官啊，小姐。啊，过年到哦，本子煮好哦，过年啦，嘿，哎呀，闪啦，啊，就是因为要过年啊，唔知叫你闪啊远的啦，你走啦走啦，啊，无话加带衰呢，走啦，救命啦，山顶山腰啦，救命啦，救命啦，山腰，想袂到大家把我当作山腰，好，那安尼哦，我来顺这个是过节。不对呀，我怎样该对来？那真难做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让你一我呢，这么冤啊！怎么样？你安怎无啦？你是要做啥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莫伤害我副队哦。我虽然哦是山妖，不过我袂害人。尤其哦，你有遐下地去保庇啦，你免惊啦。你哪知影阮家遐遐保庇啊？我是山妖呢，有啥物代志我也唔知。我知影，你叫老富贵，啊，你叫金花，你两个哦是要生囝，不过巴肚煞一直无消息，对无？对啦对啦，啊，阮厝啊过去厝前娘娘就一只签。唔免讲，我知。银外出世好女人。金主里面行贵主，怎啊大人啦？啊那安尼哦，你敢知影这句话什么意思哦？当然嘛知啊，大家都认为哦，因为出世查某会带衰，啊不过哦，有一个叫金主的查某囡仔，伊就无同哦，伊会给人带来福气，所以恁只要哦，把迄个金主请去恁家住，恁就会早行贵主啊。下次嘞，啊那安尼要去倒位找迄个叫做金主的查某囡仔？这就要看你的心意啊。我甲你警告，这个叫珍珠的查某囡仔会给人带来福气，你就要早一天啊，将伊请去恁家，啊无你会衰尾哦。哈哈，副队长，阮今来去找迄个叫做珍珠的查某囡仔。咱是要倒去找啦，而且我感觉伊山妖怪怪啊，无你靠是咧甲咱骗。少爷，少爷。今今路内拢无半个人啊！山腰啦，啊阿乐啊，你走来这是要送哪啦？哦，我迄个签诗吼，我改出来啊。伊的意思就是讲吼，爱找一个音乐出身的人，啊叫做真水的查某囡仔，啊将伊带来咱家吼，少奶奶就会当生囡仔。哎，无咯，啊那无吼，你徛来这是要送哪啦？紧去找迄个叫做真水的查某囡仔啦！啊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找无迄个叫做真水的查某囡仔吼，我就甲你抬头。另外，咱行。嗯。唔知阿罗啊，敢要找到迄个查某囡仔，甲带倒转来啦？最近唔知是安怎，遐目睭皮哦，踢到足厉害，敢若有啥物无好诶代志要发生呢？啊！敢要找着迄个山顶妖怪所讲诶，我若无找着迄个查某。我的水妹，哎，是不是香桃蛇？我听讲，若是看到香桃蛇，就会……我刚无法度躲过这个你。救人啊！少爷，少爷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那个，走，有蛇了！喂，这。你们要不然叮当哦，我来处理。卖当，你卖当。啊！小雅，蛇死啊，无代志啊吼。阿龙啊，我看到双头蛇呢，那安尼啊，我敢会？小雅，袂啦，小雅。连咱两个人拢有看到迄双头蛇，也毋过咧，是我将伊害死的。啊，若真正发生什么代志，迄出代志的人嘛是我。啊
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？诶、欸，唔是啦，阿老外，我的意思哦，我是少爷，时间无早，你先入去内底休困啦。啊，我先摕一卡布袋啊，将伊带起来，摕平淡掉。好啊，诶、欸，你进去，你进去啦。敢知，毋是死我。安怎个？你是安怎去用打死？你一定足艰苦的哦，你足痛的哦，你够可怜的。做过一句哦，是阿爸无好好甲你留伫身躯边照顾。做你放心，阿爸是替你报仇。庄卡的田沟底，清早咱看到一种蛇四界树，好像像伫巡视共款，所以这条蛇嘛叫做土地公蛇。相传土地公蛇是土地公的惊世蛇，也想袂到讲阿罗所拍死的，竟然就是土地公的查某囝。土地公一个野公娘都要报复啊！阿罗伊会遭受什么款的对待呢？真是太厉害！哎，我都早知这招，我都免需要这钱。王官官，哎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哎呦，你看你这人还装模啊，遐尼啊水哦！阿壮，阿壮，哎，做你讲嘛，你拜托好不？你礼拜我嘛少发声者，我俩阵讲哦，阎王来搞查询，我惊死个。你嘛知影，这过年时啊报的安怎，靠气氛啊，你讲对无？对。文化，啊！你是看什么？也看啊，这认真，还来这看啊？哎，这就别，哎，停停停！哎呦，啊！我做规划部的，文化，啊！你那里敢看这款物件？提来啦！你也知影吼，过年时啊，放下轻松，消遣一下啊！我讲，我平常吼，旧年搞赢真侪钱，今年做功课。赢转来，你敢知影？唔对咧，过年时啊，大家拢无闲咧，啊，你做伙在创？哦，各位，麻烦你等待时。啊，什么代志啊？要找一人。找人要专科呀！找什么人？王乐今年二十二岁。王乐二十二岁，你晓得真？嘿嘿，红豆啊，哈哈哈哈，有啊，红豆二十二岁，朱秋明星。是讲哦，你找红豆要创啊？我要拜托你叫高云师才去高叶云。啥？高叶云哦？不用的啦，伊是好人呢，就算讲要高云哦。嘛是你要去交啊，交完死之后，敢若交歹人呢？我不管啦，我要替阮查某囝报仇啦！恁查某囝吼，迄只双头早就该死啊啦！话阁讲倒转来啦，你袂当因为报仇吼来交王老爷分撇啊！伊是好人呢，而且伊的时辰还袂到，你安尼会触犯天条，你敢知？我不管啦，我绝对要交伊分啦！你真正要交伊？是，你确定？嗯，好。假使你若嘛有才调，将伊的分撇交转来。我就替你解生死簿。我，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哦。我也是跟你说啥，免客气。替你讲，也唔过吼。替你讲，哎呀，我又搁答应了是为啥？这一声叫阎王知影，我要解伊的生死簿，我就凄惨啊。不过，麻将嘛免拍。
托你讲，啊，这么晚，你哪个在做金龟饼啊？还有在收内底哦，平常困未去啊？对啊，有够香的。我们做恁吃的啊。这么好，啊，唔过这么多，有够阮食一礼拜啊。多做一挂给恁吃，恁就会当大大吃。要若无，以后恁就吃无啦。你讲吃袂着有啥物？因为过了阴暗，我嘛唔知我的人会伫倒。是啊，你要离开这，你要去倒，我们要去倒去找你。因为以后我若想要啉，嘛无得啉嘛啦。阿公啊，你到底在讲啥？我哪会听个雾沙沙？阿大、阿细，人讲看到双头蛇死，我唔若看到，我阁将伊拍好死。是啊，双头蛇，啊你看到迄个双头蛇是毋是红色的？是啊。系啊系啊，你真正该死啊！你敢知影迄个红色的双头蛇是托你哥的查某囝？对啊对啊，迄、那个土地公先挂俩汤了，一定会来找你算账。我看你紧走啊！不会呢，我看你赶紧去找土地公回事嘞，叫伊原谅你。行，紧嘞，行，紧嘞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行紧嘞啦，袂赴啊！我行路嘞。阿公，阿公，你要对？阿公等我。阿公，你要对？阿公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哪了？哎，阿大细啊，你是在创啥？我是土地公啊。你知影，你差一点嘛，就跌落去无命。好佳哉，是阮的，甲你叫精神的。土地公，哎呦哎呦，你创啥话啦？你拢无想讲咱的查某囝，好好啊修行，出去外口挥挥三座，啊才起来互拍死。啊，你身为一个土地公，你无反省，还佫想要讲无私修，爱亡落的命。人王龙哦，因祖先啊哦，是积偌济功德呢？佮而且哦，人伊佮心地善良，会老实人。如果你啊真正要安尼做吼，你是会犯着天条大罪，你敢知？我知。知无紧，甲吓死嘞。好了，是的啦，为着阮查某囝咧广播私修。太细啦，不要紧啦，我人也无代志啊，你免安尼啦。也是讲我有当代志要拜托你啦。哦，好啊。我都唔甘阮查某囝的尸体吼，啊，伫这风口野外啦。也是讲是毋是会当甲斗三工，就阮查某囝的尸体吼，啊，甲带伫这老家后院啦。这无问题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啊，安尼好好好，啊，即摆的代志解决啦吼。啊，来来行，老的，咱来去。等下，等下。好啊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看起来是无代志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怪怪的。对啊，我嘛感觉怪怪，一尾蛇代志，遐遐内底，地气经过的所在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恁两个吼，想济啊啦！咱即马吼，赶紧将珍珠找着，安尼就好啊。这间厝内底有带一个石头蛇，伊啊，阁有一个孙要带入要带入来，到时阵哦，毋知会发生啥物代志。唉，我就烦恼的，我嘛就烦恼的。好啊啦，恁两个人莫阁搞吓惊啦，好不好？
我唔是要甲你吓囝，我就要提醒你，你要较细腻个。对，爱较细腻个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，我知。安尼，我先来去啊，吼。哎、欸，大姐。啊。你有要向你迄个大哥跪下请安哦？我即马就还袂找到珍珠咧，我即马会去找伊，看到我一定就无欢喜，到时佫要将我抬头，我唔就是咧自找麻烦。嗯。啊，袂歹啊，袂巧啊。不对啊，啊你那安尼由头到面，是毋是啊都沾面无去啊？啊你烦恼一点。这毋是咧。阿洛啊，只不过是一个下骹手人啦。伊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拢搞无地带啦。我才袂因为吼一个下骹手人来影响我的心情咧。啊，也毋过阿公有讲对呢。阿洛甲你的命运是牵连做伙。啊，如果吼伊无好好保护你，啊，你就会发生无好的代志呢。呸呸呸呸呸！你莫伫遐学我自由无啦。不对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遐有伊啊，我扶你去坐一下。来，请坐。不对啊！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我许嘴烂加着啦。啊，连剩嘴烂，伊会鼻加少，啊，抓落来，搁会发生搁较凄惨的代志啊！这无迄款代志嘞，我老富贵吼，天生就富贵命啦，而且吼，还搁下啊下甲我保庇啦，我绝对袂受到一个下家手人的命运牵连啦。那是阿公讲的吼，真正遐尔啊准，着我行路吼，行到跋倒啦，啊，食物件加着啦。啊！大日头吼，过去湖南啦。副队啊！副队，又嫁着啦。副队，哎呀！啊！是啥？我就算起来了。我操！副队啊！无啦，只是我拄才讲的哦，拢应验啊啦。啊，几个人？嘿，珍珠，我找着你啊吼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阿大哥，真是你哦！啊，你无代志？我，哦，他哩讲哦，讲要放我煞，无要提我的命啦。小弟等一下，珍珠。我问你哦，我若记得无唔对，你敢那是阴界出生的人对无？对啊，我就是旧历哦七月初一出生啊。安尼就对啊啦，真正是你啦，少爷，伊就是你要找的人啊，伊就是阴界出生的人，伊叫做珍珠。真是的哦。你要找我？哦，我知啊。你知影什么啊？你要找我，甲你想办法，生囡仔对不？你哪知影？哦，你实在吼，痴痴的话真真呢。啊，请你吼跟阮转去啦，阮会好好奉待你的。我老实甲恁讲啦，恁哦，莫看我穿到安尼啦。其实我是一个修行的人，有足侪人哦是要奉待我，我是无凊彩答应的。恁若是要奉待我，是爱有条件的。嗯，啊，这水尾道人当时变辛苦啊。什么条件？做你讲。第二，你爱给我一个舒适的所在住。哦哦，这无问题啦。哦，阮老家吼，房间上侪在你选啦。第二哦，就是我讲的话，恁拢会照做，若无就无恁声。这无问题啦。啊，第三就是这个。哦，这种礼数吼，我搁知影啦。安尼哦，就对啊啦。啊，请你吼对阮转去啦。真好，真好，这久毋捌洗身躯哦，洗甲遮尔爽快，啊，真享受。我看啊，这个鱼啊，应该好过啊。叫珍珠，我爱加一寡烧水无？哎，你叫我啥？我今嘛是恁老家的福星嘞，你对我爱较有礼貌的，不会当叫我全名啦，请你叫我珍珠小姐。哎、欸，你，珍珠小姐，敢搁爱加一挂烧水？
唔免啦，你紧出去啦。好啦。先生，我什么拢无看到，我拢无看到。真正是恁两个变鬼着啊！阿乐，我昨日对你袂歹哦，予你好抓看。变变变，哪有啥物好看？你讲啥？啊！大家死啊！恁两个吼，甲我害死啦！恁两个唔通袂记呢？伊是一个衰马道，恁阁是一个好肉母嘞！以后伊阁伫楼下，毋知惹出啥物代志出来，我看我随时注意伊的行动。哼！小哥啊，遐尼济啦！哎呦，歹势啦！啊，真是受招啊！啊，不要紧啦，只是恁家的气无好，我感觉无啥爽快，才去烫着啦。这边也可能啦，阮老爸的地吼是受了虾仔虾的地气保庇，恁家运气无好啦。是啊，恁家的地气哦是袂歹，啊，不过人气就无啥好，才会生袂出囡仔。是啦，亲厝少只，啊，那安尼阮要安怎？这就是恁找我来的目的。你放心啦，有我伫个哦，马上就会开花结籽啊！谢姐嘞，太好啊，好多啊！啊，拖来吼，阮找着人啊。是啦，是啦。这大哥敢若无啥信任我，我一定爱变一个出头，互因对我配合，把我当作神，安尼哄胎。原来珍珠鸡鬼鬼怪是敢若要找一个所在来好好过一个年尔，啊，即嘛已经顺利住入来老家，不过感觉讲安尼阁无够。一天暗时啊，伊就偷偷走来富贵的房间啊底，而且搁扎一个娃娃嘞。到底伊是要创啥呢？你真正害啊！你三更半暝唔睏，走去阮少爷佮少奶奶房间要创啥物？互你发现啊！紧讲，你走去阮少爷佮少奶奶房间做啥物歹代志？你卡细声的，阿婆甲因吵起来，就真正害啊啦！你走来。好啦好啦，我家己行啦。啊！我甲你讲过啊，伊唔是鸟鼠，伊是鸡鼠。你那个布料也做算少。哦。讲，你去阮小爷房间创啊？嗯，我只是小看，给你创甜尔啦。你哪会当安尼啊？阮小爷好心给你收留，你竟然给创甜？伊哪有这好心啦？迄是今仔日哦，我对伊有利用的价值。伊想要我帮助伊洗囡仔，才让我带你来呢。哪不是安尼哦，我早就给伊赶出去啊。而且搁再讲吼。我安尼做，拢是咧替你出气呢。好，出啥物气？哼，我虽然哦离咧老家无外久，不过我早就看出来，迄个大哥一直咧欺负你，对无？不要紧啦，我替你出气。免，恁点么假好心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是真的生，还是假的生啊？还是你是想要来老家骗食骗地？我哪有啦？祖先遗留的墙石哦，毋是写甲足清楚，要找一个因为出世叫金主的人，迄就是我。搁再讲，啊，毋是我家己交兵皮要走来，是因哦，安尼三请四请，甲我请来的呢。好啦，啊，毋过我是甲你警告哦，我随时拢甲你监视哦，你毋通别乱来。你放心啦，我家己有站查啦，袂去牵拖着你。
哎，铁马光啊，我要去小可眯一下，明仔载就好戏通好看哦。哎，你唔通乱来啊！哎，若无我甲你赶出去。迄个珍珠哦，虽然是随便倒入啦，啊，毋过人阁袂歹啊。无你徛大礼拜以后，会当替你驾驶大乌龟迄阿花。对啊，有好戏通看呢。恁吼，上好是莫伫遮斗闹热。咱若无真正出代志，恁嘛无好日子通过。天哥，天哥，啊，我的面哪会变干的呀？是啊是啊，会足上个呢。而且吼，有当阵哦，头壳昏昏沌沌的，阮是毋是得了什么怪病啊？嗯，啊，你害到什么意思啦？刚刚阮两个无救啊！你两个哦，是得着双欠良心气病。什么是双欠良心气病啊？唉，讲到互恁骂啦，喙手就拍架啦。规日这款镜头就拍伊个，好佳哉恁拄着我，我有办法。真是的，什么办法？恁是不是感觉规身躯烧烧，啊，头壳戆戆？面足上的吼，是啊是啊，这简单啦，歌啊老老的就好啊。非得就要过年啊，过年啊拢会大拼扫。我看你两个哦，就甲厝内底四界拼拼的，安尼就会流汗，病哦就好一半。什么啊？安怎？我想要做哦。啊，安尼我就无法度啊。这种病哦，若要赶紧治疗，会小可头壳歹去，规身躯哦发红。而且会就敢让你挡袂掉，到时阵才要医哦，就袂赴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先把水来变少啦。起来啦！讲你做的金瓜饼最好食，唔知有影无？你去我妈食看卖啊。哦，好啊，用的。你做讲迄什么？啊，哦哦，双欠良心去病，迄什么啊？就是良心狗去病啊。伊迄面咧一粒一粒一粒，迄什么？哦，我想乌啊，我伫伊面啦，回过面才安尼啦。时间到，自然就会好啊啦。看来这个假珍珠还阁真正有两步七啊！既然有无少爷阁少奶奶甘愿将厂变起来拼扫厝内，要唔过嘛是爱将伊顾好，袂当回乱来。你袂去看啥？袂去笑诶！我也无看啊。多谢多谢多谢。阿姐。黑皮啊。变出来哦，只会当让你的病好一半。即马把这物件报销出去哦，你的病就会好啊。啊，为安怎？爱将这物件摕出去报销啊？而且这拢是钱呢。恁老家遐尔好呀？借问一下，你一个人哦，是爱夹几领被，啊穿几领衫，食偌济物件，摕出来报销是安怎？敢会寄一块吧？我保证你哦，报销了后病就好啊，而且会感觉心里足爽快。感觉好运就要来啊，安尼才有心啊！下次的哦，当然嘛，真实的，紧报喜啊！啊！多谢多谢，阿姐。飞机啊！多谢多谢，谢谢。师傅呢？阿姐，想袂到这两个当神鬼紧的，却唔敢出来报喜呢。是啊，我咧甲看是良心发现啦。啊！若无就是头壳着，你讲卡着，你知无？我头壳啦，嘿嘿嘿，卡卡卡卡。不对啊！我感觉吼，天来照爽快，啊好谈笑吼，好唔要来啊呢？是呢，我嘛是安尼感觉呢。对对对，就是安尼。你看，你的病哦已经好啊呢。真是的。啊！真正无去啊呢？我也嘛无去啊。真哥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呢。谢谢。嗯。免客气啦，谁叫我是仙姑嘞？恁两
两个哦，无闲一天已经照邀了哦。来啦，阿罗哦，煮足济好食的菜，来，恁紧食啦，嘿。仙姑啊，是安怎啊？头前吼拢是肉，啊，长尾头前拢是菜啊？对啊，啊，而且拢是苦多、菜多、蛋多，遮多个啊类的菜，哎，这是咧帮助恁生囝的，那就是要生囝。翁婿啊，着加食肉；做母的着加食菜。而且，几啊类的菜内底哦，拢是籽，食过哦才会结籽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你紧食，稍等下哦，我搁要去恁的房间哦，替你看风水啦。你来看啦。金珠小姐，是咱房间内面哦，爱囥遐来坐几啊久啊？哎呦，你现在怎拢袂晓动脑筋啊？什么代志？让我来解说哦。吉啦，就是吉代表金银富贵的好字。你过来看啦。我搁伫你的面前头挂一把百珠图，予恁哦多子多孙啦。金珠小姐，多谢你呢。这两个哦，真好骗。这个假珍珠，虽然是你来骗假骗丁的，啊，不过伊确实有淡薄钱。即摆迄个大柯佮迄个阿花，拢真听伊话，来当作神呐共款，常常佮摕扫帚来摒扫厝内底，佮会报信呢。所以迄个珍珠，较少会当带因两个行正道的路，安尼就足好个。是啊，即摆话还着少爷，还佮少奶奶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也毋过，若是少奶奶还佮无心，伊就要衰啊。看这个人的方式，卡斯嘛是出代志，一定用行，跟咱飞同款的。你来这创啥？你是真的看有影是假？啊，当然嘛是真的啊。就是这个所在啦，哈。这个所在是安怎？提来啦。你若是想要有囡仔，就要安胎神啦。这个所在是上适合胎神生长的所在，所以啊，你就要伫这挖一个坑，是愈深愈好。把这阵翁啊带入去，保证啊，马上就有好消息啦。下去了。我尿气了，我得我尿气了。阿龙啊，紧给那只赶走哦！你去查下送走了。伊不是尿气，伊是机器，袂用将伊赶走的。而且伊讲，这所在袂用的恶。啥都袂用的恶？啊，就这关系到机器因住的所在啊，所以袂用的恶呀。好对，我唔断呐，我将只尿气啊，你只爱将尿气抓走。我想要找一个囡仔，为食一个食，学一个地，安泰亲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水母啦，你莫激动啦吼。阿龙啊，我你即马吼，虽然你是赶出去啦，啊，等一下吼，伫只学一个空，我要安泰亲啦。你若是唔听我的话哦，我来甲你抬头。少爷，老爷有交代，机器伊会带来富贵，绝对袂用个将伊赶走，嘛袂用个掠伊。这个机器吼，都阮老家用几十年啦。住咱的所在，食咱的米，我从来唔捌想讲哦，要甲赶出去啦。感觉即摆要动我的土地，唔爱经过伊的同意是无？哼，我你即摆哦，随讲鸟屎赶出去啦。出来哦，甲你乌一下空，我要安泰神。逐项代志我拢会当听你的，啊，不过这件我袂使做。不要紧啦。若是这个所在袂用哦，我另外再选一个更加好的所在啦，吼！美女，我就是要好这个所在，是阮老板，我讲的话才有准算，啊，我的话就甲离开两个字。
银花，低头下来。我爱你这么多个哦。我不会，就算我你要搞死掉，我也不爱哦。哦，你不爱哦，你我搞掉哦。哎想要到珍珠安凊彩一句话煞害了金喜，嘛害阿罗甲富贵两人之间的界交愈来愈重啊！阿罗是要安怎阻止富贵继续来破坏金喜的地呢？迄大口鬼甲迄阿辉实在有可恶啊！为了住伫咧老家十几年啊，一直田无沟水无流，伊即摆竟然要学阮金喜的无下，就是讲嘛，实在有够无情的。阿大，即摆咱想要安怎？刚刚竟然要搬厝。先搬去倒啦，这么好的地气，要去倒位找？啊，无想安怎？即摆只有行一步，算一步啊。看伊煞啦，要采取啥物行动？恁放心啦，恁即摆就听我的话，我绝对也袂让恁再去破坏恁住的所在。嘿啊嘿啊，你讲真好听，若毋是你哦，我会有即款麻烦哟。是嘞啦，我毋是超工的，我即摆毋是咧想办法弥补啊。阿大。你是莫紧张啦，啊，珍珠讲了对啊，不你看明仔载伊含少爷讲了后，伊就袂去乌鸡翅的梦啊。你搁看袂出来啊？我甲你讲啊，阮鸡翅的梦，恶唔恶，根本就毋是重点啦。重点是迄个大富贵，头壳要找你的麻烦，甲你作对啦。阿洛，你不过是下骹手人，啥做富贵也安尼对待你啊？这讲起来话头长，讲了你嘛毋捌。哼，您放心。我会保护家己，也会保护恁的安全。嗯。是大哥哥用物件把伊毒死的。大哥哥，这大哥真正足可爱，咱一定袂当放伊煞。紧嘞，咱去找阿老阿公。什么代志？少爷，小奶奶，啊，这阿妈恁哪在遮？少爷，我唔是讲过，遐机器是袂用得赶的。哼，这是阮家呢，我想要创啥就创啥啦。我即马决定啦，我要把这群机器吼全部拢赶出去啦，连你吼嘛顺带出去啊。我绝对袂离开老家，嘛绝对袂让恁吼将这机器拢赶出去。你想要反抗我？少爷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我只希望你会当遵守老爷遗言去做。好啊，你真好大胆啦！你莫了准讲吼，有阮阿哥的遗言，啊你守护阮老家一世啦，我都袂甲你赶出去啦。你莫就是讲我老富贵，还家还赶你来斗三工。我甲你讲，无迄个代志啦。哼，谁若是敢反背我吼，我就甲谁赶出去，连你嘛是共款啦。是无？咱行啦。就惨！啊，这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拄则阮少爷是要用水灌恁的厝。是啊，伊实在足过分的。阿大，咱机器爱起来反抗才对。恁先莫生气啦，无你靠珍珠会想办法阻挡，
我才无闲，甲阮姐姐苗，甲阮孙要躲人啦。伫遮即爿大乌龟，真正抓到我，也不知要躲，甲阮姐姐躲死，即摆佫用水灌阮的厝的，根本就是爱阮死啊！好啊，伊无互阮姐姐活好行，阮哦，嘛要对伊客气啊！无唔对，阮若无采取行动，会互人看袂起，抓准阮姐姐会惊人，所以阮一定要起来反抗。对。好对呀、啊，你安尼又教我有够猫的呢。安那大，来教我亲一下。你啊，你去哪里？你是大呢、嗯？我是大呀。好对，啊你搁一个等什么？进啊。进来。我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副队啊，拜托啦，鸟鼠甲我咬啦！靠啊，搁是一只鸟鼠飞。生活无飞啊，你免惊啦，有我伫个遮，我一定吼对你出一口气啦。死鸟鼠飞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的阿妈达，实在是有够勇的，有够缘投的。副队啊。我有真鸟车啊，像这个所在拢围起来啊！啊，你抓紧哦，唔免烦恼，迄个鸟鼠会来乱。少爷，少奶奶，你别乱来啊！你从啥？结果，阮是咧乌土安泰镇啦。这个所在袂用叮当啦，我已经找到另外一个所在，互你安排行啦。想到袂用安一个只。你不是讲哦，这是安排神上好的所在。有真济所在哦，拢会当安排神啦。上重要的是哦，你莫去搅扰着原本住伫遮的人甲情绪。你即马已经搅扰着情绪啊，所以我另外找一个所在，予你安排神啦。我袂啦，我就是要安伫个遮。老富贵，当初你不是答应我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切拢会听我的。安怎？你即马变卦？这。我咧做是为着你好，若是你下摆甲开心哦，安伫咧遮，得失着钱钱，到时阵哦，钱钱若是报复伫恁囝的身上，万不能哦，坐着一个气嘴，也是无脚无手的，这款效果你敢承担会起？小姐吗？前哥，有遐尼啊严重吗？这算轻的啦，严重哦，可能无命。小姐嘞，不对啊，莫卖恶啊啦，阮遐是请前哥的。换一个所在哦。这摆吼，算你好高温啦。这个所在吼，我嘛不会继续学啊。你拄则对我无礼貌吼，我也袂甲你计较。要唔过后摆吼，就无遐尼好运啊啦。多谢少爷。啊，唔过才互你学一个空，遗憾已经造成啦。迄要安怎？不要紧啦，我会替恁做拖，按打遐钱去啦。啊，不过你以后啊，要对遐个亲戚较好诶，因为亲戚哦是会带财来的，是袂当乌白杀的。而且着要过年啊，你安尼小心，嘛唔对。是，金伟啊，阮行啦。哦。好佳哉，过一关啊。多谢你。哎呀，这边客气。啊！哦。啊！是的啦，我不是着讲的。你莫过来。你真是一个衰尾道理。哎、欸，我。哎、欸、哎。啊。我拄着你，拢无好代志。多谢你，免客气啦。这个代志哦，是我抓出来的，当然嘛要我来处理啊。富贵呢，想到讲珍珠海在阿罗面前无面子，都真唔甘愿，伊就甲金花两人偷偷来个凑合。但平常时阿罗提来做饼的金花内底个下下油啊，就讲安尼是一减二个，连珍珠嘛会当个害着。
富贵甲金伟两人的毒计，敢真正会当成功呢？珍珠的骨卡敢会全咧搜出来呢？一次正又搁要如何躲过一劫呢？今年头旧年尾，三十暝是咱台湾人一个真重要的时刻。暗时啊，家家户户大家拢围炉咧食暗顿，代表团圆圆满，来年会当顺时如意。要富贵为着要设计珍珠，嘛邀请伊做伙来围炉呢，而且搁可以坐大位呢。嘿嘿，无咯，今仔日吼是三十暝呢，爱头一摆来阮家做客吼，而且哦，咱做伙食团圆饭，你当面嘛都要一条鱼啊。啊，好啦哈，我来我准备去啊。哎，你嘛坐啊。坐好。阿乐啊，你今仔来无煮个生果平常时上爱食个金瓜饼啊？哦，啊，今仔三十暝啊，啊，当然嘛要煮一挂过年应节个大菜啊。啊！你个金瓜饼，迄算点心啦，迄袂用个捧起来倒面。吼、哦！啊！你安尼讲个意思是讲，仙姑平常伊上爱食个物件，无都就台面捧起来就对啊啦。无啦，我毋是即个意思啦。啊，嘿，无要紧啦。惠弟，我今日嘛袂当食物件。是安怎啊？我是一个修行的人哦，伫一个上尾一天哦，爱要匠心祈福，袂当食物件啦。而且我今仔日有口结，爱撇面。袂呢啦，今仔日吼是三十暝嘞，上无吼，加减食点仔啦。啊哈，食上面啦，你用就好啊。来来来，阿奴煮的菜哦，最好食哦。阿奴啊，这些物件哪只好食？你即摆食落去哦，就表示咱老家财宝团圆。因为咧，我用金瓜做成的金瓜丸啊。我巴肚有够痛，我巴肚在痛。哎呀！我要醒啦！醒啦！无啊，巴肚在痛，这个牛蛙，我要醒啦！醒啦！哎，你看，好佳哉啊！我拄好要去灶脚偷食物件，正紧看到因哦，偷下药啊！这不但救到我家己哦，还救到遐精神。切！家己爱食就讲一声，你讲到好听啊，你笑死！你讲啥？你欠他？哎，跟你是袂硬拍，袂硬骂，那会衰几年？好啦，阿母，无你拍。唔敢吗？怕，唔敢怕啊！我打电。我甲你讲哦，这两个人之间哦，卡出来一个无同款的感觉呢。对啊，这样的话电落去哦，可能发生一挂代志哦。到甲初三，上团之间也是鸟鼠传真的日子。所以大家拢伫咧涂骹，也一寡米、盐、甲果啊，换鸟鼠来做米浆，意思甲新娘的嫁妆是同款。而且暗时也袂使点火，明早就好去休困啊，安尼才袂搅扰到鸟鼠传亲。听讲按时做，嘛会当将鸟鼠赶出去。富贵甲金花因着听珍珠的话，真正伫大厅夜米、盐、甲果啊，安尼时做，敢真正会当将遐珍珠赶出去呢？你是在创啥？等一下哦，咱把钱先挂水了吼，咱把涂骹的米甲盐啊，全部拢收起来，啊，算了，咱把放炮破水，紧着咱把钱先挂出去。好啊。钱先拢倒出去，紧嘞。你是在创啥？姊姊吼，拢走哦，恁即摆咧庆祝啦。啊！恁哪会当安尼做啦？哎，害啊！啊，什么代志害啊？正月初三是请狗日，上禁忌就是扫涂骹、甲放炮啊。恁安尼做，是会去惹着请狗的。
害啊！天教实话，大凶之上啊！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啊！队长啊！少爷，队长啊！警卫，跳到出院，跳到出院啦！警卫，你敢认真的啊？警卫，警卫啊！阿老啊，啊，你先把那个关紧啊！才才扛落尔，恁随就来啊！无错啊，即摆有倒人，搁较济啊。哎，是安怎长才娶亲呢？啊，恁今日真是变较济。啊，因为老家地气太好啊，如果有这么好食的金瓜饼吃，哇，就甲我遐亲戚朋友招来遮住啊。啥货啊？哦，你安尼敢会想超过呢？你放心啦。叫迄大富贵，甲迄阿辉哦，莫了阮，阮哦就甲伊等伫灶脚，袂出去乱啦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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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卫！警卫！外套卡啊！老伟啊！哎，那是谁？阿罗甲珍珠一个听到声，就随走瓦来啊！看到涂骹竟然煞咧呛烟，拢感觉真稀奇咧。富贵就问珍珠原因，啊，珍珠唔捌咧，就编一个理由解讲地气伤过强啦，即马当咧烧透，伊也知讲这就是台双头蛇的所在。果然，煮一工了后，富贵淡困到半暝，就去眠梦讲有一个生得真了娇、真美丽查某人，倒伫眠床顶解困做伙。富贵满肚拒绝这款的春梦，伊愈倒煞愈忝，愈困煞愈爱困。啊，那面前遐尔啊歹拖啦，富贵啊！咱来去拍日头啦，副队啊！莫吵！来，小奶奶。阿龙，起来倒茶干。哦。小奶奶，终于来了，莫给我吵，我是要困啊。这样，来，拍日头哈。我不会。我要拍日头啦！真热，真痛苦的，我真热，真热啊！我要拍日头啦！少爷，我要拍日头啦！真热，真痛苦的，我真热，真热啊！你去给妖魔低调的啊！你今仔要勇敢出去哦，来跟伊对抗，你就看恁奶。拍这日头就无代志啊啦！真热，我冻袂住啊！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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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！小奶奶，小奶奶，关心什么代志？恁头，那是纸皮，啊，哪有这款物件？哎，你看，野手。纸魂。好在今次至少，什么八纸钱？不是，八纸钱在人的身躯顶是一种暗板，这不是八纸钱。建国，你敢不是真厉害？我救你，你救我副队啊！我
原来去阿罗阿拍死迄尾双头蛇，因为呆呆的吓啊吓的，吸收了地气，你渐渐恢复生机。也不过，若是想要真正活倒转来，搁多吸收一个人的人气才用的。哪知影讲遐拄好，因为跋倒流血，遐血就滴伫呆双头蛇这个所在。有几个人伫边去互冲刷掉，主要去就去互蛇正个低调的啦。等我若甲你元气吸回来，我就会再活倒来。王龙，到时阵，你的死期就到啊！哈哈哈！你再换一个啦，哎、等，是要等死啊？等到有啥物歹代是要发生是？今日发生这一切，拢是你造成的。这跟我有啥物关系啦？刚讲你还佫唔知，你是一个衰尾道人，你是袂了解，就无好代志，就是乌着机器的厝。即摆佫害阮啥变安尼？阮啥顶面无命？我哪会知影发生迄款代志啦？迄条蛇纹哦，我从来唔爱看过啊！就算讲我想要甲你救，我嘛唔知要安怎救啊！无滴卡，这根本甲机器有关系。你莫把代志牵到我的身上好无？点点啦，阿大，你敢知阮下到底是安怎？这要怪，要怪你呀！怪我？对啊，即摆迄个大口龟啊，已经害迄个双头蛇只低调的。啊！迄条蛇我毋是已经，我甲待咧后院啊。卖就是卖伫咧遮啊！迄土地公有够无良心的啊！表面上都要原谅你，无要甲你计较，伫心内底都伫暗算其他代志呢。所以就叫你甲迄个蛇带去老家学伊，是为老家遐下内底的地气，会当让双头蛇倒活起来。迄个双头蛇如果利用春山赤狗里天狗鸟的大雄日子活过来，如果去到金花跋倒的话，伊即摆呼气已经出伫涂骹底，只要去到富贵的人去，伊就变作人形肉体。阿大，敢阁有其他方法会当救阮少爷？有啦，啊，毋过足危险的，若是用袂好哦，会出人命呢。我看看你还是速速去啦，规伫迄个大口鬼，嘛毋是啥物好人啊。无用钱，我的责任就是爱守护少爷。伊即摆危险，我哪会用个毋管？搁再讲，既然这件代志由我来引起，就要由我来接受。好啦，我早就知影你卡叔若知影会当救富贵的方法，不管偌危险，你都去做。你即马去买香薰酒，一定要趁双头蛇未变作人形之前，先甲伊除掉。小奶奶，我已经找到救少爷的方法，但接下来有啥物奇怪的行为，你就赶紧念经供经，千万袂当让少爷走出去房间哦。我知影啦。阿罗啊，阿你以前将我好做啊，救倒来呢。小奶奶放心，我哩将少爷救倒倒来。珍珠，你留念者，甲小奶奶斗相共。嗯，来卡细里哦。我哩。准备好未？卖看啦！我讲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。把头开。进来，紧拿香水倒伫伊身上。菠萝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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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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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富贵在手上，给放手啊！金妹，金娘，金娘。半流菠萝蜜，半流菠萝蜜，半流菠萝蜜，半流菠萝蜜。啊！大胆，大胆，记住就。南部三百多，嘟噜嘟噜，地地刷。阿爸，我是你的客查某囝呢，我已经落到这款下场，已经是这凄惨啊！为什么你阁唔顾别个囝之情，还阁要惹我呢？安查某囝，今仔这款代志是你家己惹出来，阿爸不来哦，拜托王乐给你带回地这老家阿花，是要让你得地去好好当面反省，希望等下你会当修行成果了。破道自尊，想袂到你阁无反省，反倒转阁无行正道，你吼实在予阿爸足失望，你知毋知？俗语人咧讲，好道是不食子啊。不过阿爸若无甲你收拾起来，以后啊，你阁继续害人，你知毋知？阿乐啊，是的啦，予你足吃苦的吼。多谢托你讲。咱若真无代志吼，阿婆我先来走。啊，对，我祝大家吼，金翅喜临门，人和万事兴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记得先祝贺，祝我简单哦。你的拖头卡麦撇到规死个，好无？哎呀，真个啦！后生哥像你少年，所以讲哦，伊根本就不是生哥啦。你讲这个话是啥物意思啊？意思哦，你全部是骗人的呀！哼！哎，我是祝生娘娘指定的人，哪会是骗人的？我是唔知影吼，祝生娘是安怎出去机签啦？要毋过自从伊带来阮老家了后吼，阮老家灾厄不断啦，一开始起个机器吼走来乱，煞落来还阁有蛇精啦，还有菜鸟无命，还阁有啦。你带来阮家遐尔久啊，阮买巴肚吼嘛一点消息都无啦，所以我怀疑你吼根本就是去食咧排火炉假生的啦。这代志奈咱怪我啦，恁想看卖，恁家的机器哦是甲啥感情上好啦？伊若是要乱哦，是谁想办法给伊煽动？阿罗啊，对啊，刷落来，这个蛇精是安怎会乱？是谁把蛇待伫遐的？啊，蛇精活过来了后，要报仇的人又搁是谁？嘛是阿罗啊，安尼就对啊，所以你哪会当怪我啦？这个代志，伫我阿妹你卖恁老家的时阵就有诶呢。就算讲哦，我功力搁较强哦，又搁安怎啦？若讲到生囝的代志哦。你明明就惊命，是安怎袂当有心？你想看卖，你常常有啥物物件惊到？尿气。对啊，你的胎神哦，就是去予遐精气惊走的。太可恶啊！不对啊，我就甲你讲对，之前厝内底袂当有遐尔多尿气食来食去。你敢无听人讲，饲尿气搞宝地？那你讲起来吼，咱家上大的尿气就是伊哦。阿罗，你自细汉。对阮老家大汉，阮老家对恁王家三代吼，拢一直真好，到怎啊嘛是同款。想袂到吼，你竟然一直予迄机器吼来阮家乱啦，又搞我的金花火惊。后来咧，你搁予遐蛇精吼，你来阮厝内面啦，害我三日都无命啊！我伫叫你讲吼，把迄鸟仔通杀起来，你有搁反抗？我伫代人讲吼，恁王家对阮老家的温情，我伫把伊留伫个身躯边。但我即届吼，我无法度存忍啊啦！你这就赶出去！我的意思不是要伊走啦，我是好，我走。你是希望我离开老家？我不是要离开，我是要遵守老家跟王家祖先的规训，爱我留踮伫个老家，甲你守护。我忍受你对我一切无理的要求，为着你，我几落摆差点仔就无命，我硬做个安尼啊！你我是甲当作是严重点，三番两次是要赶我走。我感觉我已经仁至义尽，好，
我即马就走。阿鲁，阿鲁，你莫安尼啦，有话好好讲啊。富贵啊，你着听阿公，莫去听阿鲁啦。我相信你吼，还佫有一点仔功力啦。也毋过你怎若是行出去吼，以后就莫佫倒来阮老家啦。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，阿罗对你遐尼好，你竟然安尼对待伊，你莫想讲哦，你有黑仔黑宝贝，有一天哦，一定有报应的。哼！哎，啊你两个人吼，实在是花枝野好耍。无话无听啦，啊要走就紧走啦，唔免伫咧遮欠遮啦。不对啊，啊伊两个人吼，食我来，坐我话，咱唔免睬伊啦。对啦对啦。啊，即摆伊已经走啊，咱一个当吼就歇了去，咱带走啦。对吼，水某个也是你较巧啦。富贵啊，将守护老家阿罗啊，甲赶出去啊，这对老家未来高温会有什么款的影响呢？托你讲，歹势来甲你交流。伫我要找着厝之前哦，我着先暂时住伫你遮，啊，请你毋通见怪。哦，哦，安尼熊熊感觉冷冷。哇，哦，原来就是你伫遮哦。不过我会拍假象。啊，你若伫遮哈，你毋是爱踮伫个楼下做你的仙姑？阿罗，是嘞啦，是我害你哦，去予人赶出来。我只是想要留伫个楼下，哪会知影因为安尼哦会害着你啦？阿罗，我对不起你。不要紧啦，啊，反正我人好好徛伫遮，对无？我原本哦是想讲有一个好所在会当通过年，哪会知影结果会变到安尼？因敢有把你赶走？无啊！对啦，无就好啊！啊，就继续住伫遐，恁哪着要走出来？啊，我害你去让人赶出来，我嘛歹势搁住伫遐。啊，阿罗。有啥物话吼，用嘴讲着啊吼，莫安尼哭笑我。是讲，我毋捌问过你的姓氏，你敢有亲人？还是你拢安尼一直骗食骗恁咧过日子的？真毋是嘞。我原本哦，嘛有一个真好个家庭啦。不过我这个因为出生个囡仔，一出世哦就带衰啦。阮阿母因为难产来过身，后来阮阿爸做生意失败，为着要讨生活，去山顶做茶，所以就无用卡是，就安尼一个家就散去啊，剩我一个人。亲戚朋友看我是一个衰尾道人，根本无人敢接近我。好佳哉，有庙内底的师傅肯收留我，哪会知影有一天庙内底火烧厝全部拢烧了了啊！又搁剩我一个人。迄时阵开始，我就决定我要家己一个人生活，无爱搁去牵拖别人。这十几年来，我拢是一个人在过年，我就牺牲别人会当一个欢乐团圆、快乐过年，所以我才会做一个假的枪，好富贵恁认为我是一个凡人，把我请入去老家住。你敢知影？早上的迄天，我甲恁做伙食团圆饭的时阵，我心内有偌感动的，你是有够可怜，竟然有人衰到这么凄惨。阿罗，你莫哭啊！我老哭，我看了目屎。阿兰呢？你就好好住伫个老家了啊。我不爱啦。你安尼把人赶出来，足可怜的。我要伫恁身躯边，甲你做伴。唔免啦，你紧走啦。我不爱啦，我要陪你啦。你袂记啊是？你会带衰呢？刚刚你要甲我害？
无，我离你较远的，安尼会用袂？真彩你啦，我要睏啊，啊，倒去楼下啦。莫吵，伊就乖乖倒去楼下，莫含我伫个外口流浪。困做伙啊，系啊，两间无洗身躯，唔才有臭臭。啊，惨啦！我目屎膏，唔知有好看到无？啊，我未洗嘴，唔知会臭无？啊！哦，你干啥那酸啊？啊，我去洗面啦，哈。哦。嗯，不对呀，你看，伊人怪我一个啊，现场的时阵在偷着咱的物件，我要加死者。我对你爱做你呢。好啦好啦，大家别个吵。哇，即摆有一件代志要宣布。各位乡亲、父老、姊妹，这十几年来，咱哦一直住伫个老家。迄是为老家受到遐遐内底地气保庇，是一个宝地。啊，不过因为双头蛇的关系，地气已经被破坏啊，所以咱爱搬厝。要搬去倒？还阁唔知。啊，不过咱。会当慢慢找啊！即摆大家去整理行李，有啊，把一寡美容离开，安尼咱出去外口，才有物件通好食。是嘛？马上行动！是。大家准备好了未？好，出发。我甲你拜托一下，你莫阁甲我对调调啊，好无？我哪有甲你对调调？我袂用为甲行。干安尼？啊，好啦，啊人就是要对你对调调嘛。你是无看到我即摆已经啥物拢无啊？啊，我含一个头路嘛找袂到，已经足凄惨啊！你阁对我是要创啥？你对我是无好日子好过的啦。啊！即摆大家拢在过年，头路当然袂歹找啊。不过你这么久啦，我相信哦，一定会少见会找到头路的啦，吼。是啦是啦，叫你莫阁甲我对调，甲我带衰，我就会当找到头路。我若找到头路，我就谢天谢地啊啦。少爷，恁叫甲遐尔好听啦，真心提出来才阁讲。什么钱？莫再装笑啦！我厝内面的钱哦，用偷得去啊！我怀疑是你偷啦。少爷，我阿老个清清白白，就算讲我离开老家，
我也袂摕任何我无应该摕的物件。对啊，你嘛袂讲哦。先甲伊哦，阿卡托就讲袂再搁讲啦。是。小杨，行，行啦。你平安呢？阿老。就行，行啦。林奶奶，林阿娇，进。小雅，找我。什么？那有可能？你家己趁钱在倒位？你这个人哪会这烦啊？就跟你讲无啊。哼，拜托吼，无甲你转转样板，硬是袂讲的，甲你抓起来。是。你来遐学袂抓人啦？喂，你真大胆的，这连敢甲我抓？我有啥物讲的？你唔当袂记得，我是仙姑呢。哼，什么啊？仙姑？我托你，你是仙姑啦。你讲啥？你讲啥哈？你这仙姑，你狂你！我托你真是仙姑。金柱，金柱，害怕就金柱，你是人撞的，快点快点过。阿乐，你莫跟伊争啊！什么？什么在搞？喂，我伫遮，是我啦，我啦，我伫遮啦。富贵迄个人哦，一直找你的麻烦啦。你甲伊哦，是有你讲袂清啦。若无，你就把这只金龟摕去给伊。伊若看到金龟，就无话通讲。师傅，莫怕啦。你拍第一下，你创啥？你拍第一下想创啥？你咪聊天讲你安尼，我袂甲你聊走哦。小雅，你伫无路，我偷摕你的钱，我无想要解释遐多。这下天过，你摕去。真正是真啊衰呢！哎呦，有够重的。这是。我的啊！这是我的啦！哎呦，这伤重啊，我来摸啦。不要紧，我抱真重。我唔管你，你。哎，我的啦！我袂啦，我袂让你啦。我的啦，我的啦。阿罗啊，你哪会有迄个金龟啊？啊，你怎做安尼就给伊啦？你头壳歹哦。真侪庙内底拢有精致甲金龟的图，还是雕刻。代表财源滚滚，啊，放伫神道卡，就是代表财不落地的意思。啊，啰嗦得到这个金龟，到底真是金仔做的，还是讲是一种的幻想呢？爸，阿哥，是啥物叫我？是我啦，阿多。阿多，阿你伫遮？对啊，而且你看起来，刚咧搬厝呢。是啊，我是伫咧搬厝啊。啊，你住伫咧楼下，啥物要搬厝？那是老家遐下内底的地基，已经被双头蛇破坏啊！我呐爱找一风水宝地住。什么？要哪安尼啊？地基被破坏，安尼我少爷还佮少奶奶刷落来安怎？唉，因为富不仁，恐惊人财两失。这么严重？佮有啥物挽救的方法？阿乐啊！你吼，拢互伊赶出来啊！搁替伊想遐济，是咧创啥？人讲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就要敬猪头。阮王家三代，拢是咧为老家做代志。老家对阮有恩，阮当然嘛爱报恩。阿大，到底有啥办法会当救伊？好啊，看你遮尼有义气，我来甲你讲。只要九西老会，就要紧走。九西老会，九西哪会老会啦？你是要搬去倒啦？我还搁伫咧找啊，找到甲你通知啊。哎呀，收到水。是啊。小雅，小雅，你阿罗过来啊。什么？副队啊，啊伊刚买一尾枪，真多提转去吧。我绝对无可能让长颈龟咬伊啊！我即马就要放出去。你莫阁看啦，石狮哦，根本无可能会流血。阿大记得伊安尼讲哦，就表示这款代志一定会发生啦。你这个人哦，哪会这么故意啦？
遐尔好骗。阿龙啊，啊连续几啊天连老家门口是要创啥？哦，你想要甲金龟摕倒去对无？我甲你讲啊，无可能的啦。唔是啦，少爷，我是咧看这石狮敢有咧流血。石狮会流血？石狮边哪有可能流血啦？阿龙啊，我看你吼是脑筋跑袋去啊啦，还是永远无代志做哈？石狮会流血，金龟你看啦。不对啊，啊我带阿罗吼，以前是离开咱老家以后，莫名只会当食啦，啊咬到吼，连头壳拢歹去啊。啊你吼，就大量有大量，就保持起只那是好食饭啦。嗯，嘛好啦，我富贵吼嘛不是遐尔当真的人啦，看伊伫阮老家吼做代志遐尔侪年啊。嗯，我遮的钱吼，拢给你啦。我是去吃，真用蛋的哦。少爷，石狮真正会流血，石狮若流血时阵，就表示有大代志发生，你要赶紧逃命。阿罗啊，我看你吼是病啊，愈来愈严重啊啦。余花啊，咱要采你去啦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请你听我讲啊，我主要讲的是真实的啊。少爷，少爷，请你听我讲啊，我主要讲的是真实的啊。少爷，你一定会去。石狮在流血时阵，就表示有大代志会发生，你一定赶紧逃命。阿罗啊，你莫阁喊啦！就算讲哦，你喊到三声，嘛无人要插你，敢若当作你是痟的。而且你已经替伊哦做遐尼济啊，伊嘛袂感激你啊。这款人啊，就算讲人财两失，嘛是伊家己做起来的。咱来走啦，哈！对啊，我托阿罗将来将爸讲做白头话，啊，我托伊讲话遐尔啊认真，敢会伊讲的话是真呢？哎，阿罗，我脑筋咧趴袋，你万别甲伊共咱趴袋哟。我即摆想着，我知影要安怎甲伊创治啊。啊，要安怎创治？自从正气提出石狮老虎的这个警告了后，阿罗我就逐天去老家门家口看迄对石狮。富贵唔相信阿罗啊，作个颠倒想办法要来甲阿罗啊创治，完全唔知讲危机已经一步一步逼近啦。哎，阿罗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要来去老家。哎，我不准你去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伊喏根本就不是遐尼个啊，你去嘛是白了讲的。就当作是最后一摆，卡叔讲迄石狮也好好，我以后就袂阁管啦。好啦，最后一摆哦。就在真正咧流血啊！小杨，小杨，我下楼啊！你开门再进门。小杨，阿东啊，你是过来咧要创啥？你是不是要甲我讲就在咧流血啊？小杨，石狮真正在流血啊！你含笑，咱来紧紧走。你实在够好骗的呢！我跟你讲啊，那石狮哦，是我用鸡仔血搞起你的啦。那石狮会流血，好笑。哎，你是来照过分的？哪会当安尼创治阿罗啦？因为着恁老家的代志哦，几日敢无食无睏，你即马煞给你当作笑话哦。哼，伊本来就是笑话啊。丁辉，小雅，哎，来了，丁辉，这里啊，我们哪里啊？我们哪？小雅，小雅，快点回家来，来给你找。我晚了，我老弟正在山上，我来给你接。你等下来来床上。丁辉，你不许站我。小雅。站起来了，我被电击过啊！阿罗，帮我站起来。小杨，我对你。
简单，若无，阮一世就毋免安尼搬来搬去啊。想袂到，迄摆地动了无偌久，又阁发生了一摆更加大的地动，附近的庄仔内拢遭受真大的灾害，老家竟然全咧帮帮倒倒去。事后阿罗阿帮助老家处理后事，却找无金花的尸体。阿罗阿想起老家三代富贵，最后竟然是安尼先来煞尾，心内是感慨万分。阿罗阿。坐落来，咱是要安怎？即摆老家已经无啊，咱会当安怎？我一直想办法要阻止即种的代志发生，要毋过还是无法度阻挡。阿罗，你莫艰苦啊啦，你已经尽你的一切啊，结果会变到安尼，嘛是因的命。第二十年前吼，迄个高林早就算出来啊。不过，人的个性也无改，再下哦就会不断。珍珠哦，伊果然问唔对啦，你应该做代志拢已经做啊，今仔日一路即个下着，拢是家己做起来。阿呆，对啦，我找到一个好所在住，恁两个嘛跟我做一段，吃，进来。姐，阿龙啊，珍珠，你嘛来啊？阿大诶，这根本看不出来是啥物好所在啊！你人哦，就是安尼啊，干来看感情诶物件，敢讲话还去咱远诶？对啊，而且风水宝地这么简单，都互恁看出。要毋过这所在看起来敢若荒废真久，是变怎大？慢慢整理啊！恁人不是讲一枝草、一点露，只要肯打拼，以后才一定会旺啊！阿丽有食无？嗯。我真是唔知你挂这是要创啥？小燕若是有将这牌匾顶挂的字藏伫个心肝头，老家就袂败去。我即马将牌匾挂起，随时提醒我家己。拜托一个，阿姨哦是有钱人，你也无钱啊，是有啥物富袂过三代烦恼？无你讲以后我会变作有钱人啊？阿大个毋是有讲过，伊讲这个所在地气真好。嗯。我有安怎无？足痛。恁两个感情袂歹哦。我看恁两个哦，配成一对好啊。别歹势啦，恁两个真素配呢。对啊，顶摆恁帮阮支持娶亲。今晚我阮姊姊帮你拜堂。哎呦，你卖闹了，想袂到你搁来歹势。好，好，好啊啦，咱还阁有一件代志要做，卖阁闹啊。车少问，小公要来甲你讨一杯仔水来啉。哦，无问题啊，金主，去内底倒一杯茶来。哦，多谢。袂啊。阿母，遐坐，休困者。来，喝点茶。多谢你。
这点阿婆做人真好啊！啊，哦，我唔是。啊啊，你袂进去啦，吼。啊。嗯。哦，是啦。你应该是这个所在搬住无偌久吼。这间厝啊，这间厝安怎？这间厝啊，风水地理真好，是一个下克。啊，恁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恁太太虽然过去运较歹，命较歹，也毋过恁也是住落去了，以后啊，会歹运去好运来。真实的哦。叫我推理无唔对，三天了，恁先生啊会飞黄腾达，赚大钱。哈哈哈！干嘛呢？多谢恁哦，我来去。啊，唔加休困者，先生啊！嘿，阿罗啊，那是伊哦，讲的是真的，安尼就是讲三高了啊，咱就要发财的呢！哦，你哦，困懵困迈眠梦了，二十年前，有一个地理仙突然间拜访老家，点出老家是风水宝地。并且预言老家会当富贵三代，结果险害阿罗叫老老爷个阴气，也结下了富贵甲阿罗啊十多年的心结。想袂到阿罗这间破厝，竟然也有地理先来开设来点破，当家嘛是风水宝地。珍珠感觉讲，家己总算摆脱了专门甲人带衰一个厄运，对未来嘛充满了希望。珍珠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咧菜园内底挖干一空一空，你安尼挖个菜拢死死去呢？我咧挖，看有金马角无啦？菜园内底边哪有金马角？之前迄个高林不是讲过，你三天了后会行好运。啊，这两天哦，我一直咧想，想你头壳啊无僵僵，是要安怎行好运啊？所以，咱厝内底一定有一个所在有大黄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哦，我甲你照吼，豆豆挖哈。伫我等下进前，你啊将这菜园拢整理好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你紧去未啦？有人喊救命！我救你啦，拜托放我走啦！我叫你两个啦！啊！阿龙啊，是你哦！你大夫，紧走！慢走！你无想要换上？你真好大胆！咱放走的人，走，走来，你叫他。这两个无用的卡，无用的卡啥？啊！跟你顾一个人顾袂好，你家己也这错卡断了，怎啊？是是。什？是。嘿，你这个错卡哦，真正有够低薄的啦！啊！你敢知我抓迄个大夫创啥货？啊！你拄则毋是有讲过？着，你头壳疼。你敢知我头壳偌疼？逐天安尼叽叽叫、吼吼叫，敢若刀咧给我抬，敢若虫咧给我咬，我根本站袂住，我要抓狂啊啦！我真正有够艰苦，你知无？唔听囝，你头壳疼，一定有原因的，将迄个原因找出来，一定就当治疗好。但这我嘛知影，连傲骨大夫都医袂好啊，敢讲你有办法？你是要换命无？哈、啊！你若是要换命，冤案主持进程，你要想出医治我头壳疼的办法。啊，若无我头壳疼吼，我就是抓狂，抓狂我就要杀人。我的是先抓你开刀，把你杀死。进来。是。这敢是阿龙阿伊手啦？是啊。你敢是要来送钱给阿龙的哦？不是啦，是阿龙阿去予土匪抓去啊啦。啥？土匪？危险的，你紧走！我不会啦，我要救你出去啦！你稍等下哦，我出去啦，把手拍开哦。
唔知有波涛，还是差多无？王娘啊，这波涛安怎？啊，会呢会呢，哎，多谢。阿三，我的家啦啊！啊，是的啦，啊，我就要破查找无波涛，啊，找到这来了。安尼啊，无代志，我先来走吼。老李，回去。看起来我今日在这吃暗顿啊哦。无唔对啦，你若无我就穿一顿安尼青草青草，请你粗霸一下。过来，过来。头壳疼啊！头壳疼也毋是啥物大毛病啊，足简单啊，会当医就好诶。你有办法？迄是当然诶，我较早是神姑呢。你若我做甲我头壳疼医好，我当当优秀。好，为着要医好你诶头壳疼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好，你问。你诶头壳疼是啥物时阵开始诶？两礼拜之前。对啦，两礼拜前哦，阮去拍蜡啦，阮大哦去蜡着芳手啦，去互芳哦顶甲像面具伊诶。Damn！ 所以你是去予胖顶着了哦，才开始头壳疼的。我唔对啊，啊是讲我头壳疼甲胖顶着有啥物关系啊？这当然嘛有关系哦。我想哦，你是去予惊着啦，压力受大才安尼啦。这哦，我有法度啦。你有法度？不过，哦，快倒去，是。稍等下哦。哎，大哎，歹势吼，我可能哦爱小可接过你一个啦。好。恁大家嘛做伙来啊吼。来，过去，过去。较晏嘞吼，较晏嘞。即摆嘞，恁先放轻松，然后嘞，一直看这只狮。这只狮向东，恁的目睭就向东看。这只狮向西，你就向西看，安尼向东向西，向东向西，慢慢啊，你就感觉足想要睏，慢慢啊，你就睏去啊。阿罗啊，来，进来走，去。金主，你那厉害啊！才讲想着用这招啊。我卡在睏不起的时阵哦，我是安尼做的啊。我成功呢！好了，进来走了，进。哦。行啊！进来啊！赶走了，溜吧！哦，你那个金子！啊，走！哈哈哈！哈哈！足够走哦，阮掠鱼甲掠人拢同款。哼，恁真好大胆，竟然给我尊笑。我永安就要抓这个查某开刀，抓住！哎，大哎，快起来！迄个高林讲的话哦，一点仔嘛无准啦。讲什么三天了，你就会出运？即马三天就要到啊呢，你什么好运就拢无？电脑就要让咱抓去抬头。无你看，这就是一种的解脱。人若解脱，就是好运啊。你讲真想袂开呢？哎呦，这是要安怎？我看。根本是迄个人哦，歹代志做伤济哦，才会头壳疼。好啊，莫阁讲啊。阿罗啊，我看即关是躲袂过啊。有一句话，我想要问你，你老实甲我讲哦。什么话？你讲。你到底有介意我无？我。这个问题，敢有这歹回答？这个时阵，你也是唔肯讲真心话？唔是啊，我真介意。虽然你伫真带衰，逐摆我拄到你，佫会拍牙青。要唔过，我唔知影对当时开始，我就感觉有你踮伫我身躯边，我足欢喜的。我唔管出去老家的时阵，你嘛是甲我对调调，佫替我带土地公庙。虽然我嘴也是讲无好，其实我心肝内是足欢喜。这句话啊，我就欢喜啊！是你啊！
啊，啊是你哦。哦，客厅先生。干吗？阿大，未歹嘛，伫这时阵搁伫遐谈情说爱。你唔紧想一个办法甲阮救啊？搁伫遐拍拉凉。我会来遮，当然是来甲你救的。啊，你是要安怎救？甲这锁咬好开哦。拜托的，这锁是铁做的呢，我的喙齿哪有这样用？到时阵哦，刷要拍开，我的喙齿就烂了了啊！啊无咧，是要怎救啦？嘿嘿，用这只金龟啊！这只金龟是要安怎讲救？你夹这个金龟，想做迄个土匪头。假使金龟内底有歹物件，金龟安怎？哎呀，我已经无时间啊啦！你莫胡闹，你就直接讲出来啦！天机不可泄露，我袂讲，你啊，我家己想。有人来啊！大爱，阿大爱，今仔主持已经到啊，把个查某押出来。爹，爹，金主，阿豪，你莫听阿老了。过来。我想到，你想到啥？我想到要安怎治好你头痛的方法。好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讲什么办法？其实啊，是因为有一只蜂走入去你的耳孔内底，你唔才会头痛。你即马徛去恁老大边啊，用这蜡烛火照恁老大的耳孔，迄只蜂就会飞出来。谢你了。哎，对，有胖的声音呢。哇，你看，哎，谁把你吹的啦？哦，我出来了，哈哈，真正有爽的啦。我头未听呢，未听呢，哈哈，你真正有两波钱啦。阿罗，我想出办法解决了土匪阿头头痛的问题，也嘛及时解决了家己甲珍珠一命。两人死里逃生，转来到厝的，忽然间发现讲厝内底有一盒金啊，阿爸顶头阁有一只老二，原来这是土匪阿头送来要搭谢阿路的。啊，这个金啊，都是当年土匪阿去甲老家抢的呢，这拄好应验了当年地理先所讲的话。阿路啊，嗯，我真无简单哦，才替咱乖孙哦，讲这件情书啦。小弟呢，你就要好好表现，给人一个好的印象，才会愿意嫁来阮王家。哎，拜托，啊，我也不是新郎啊，我表现了好，是有啥物路用？哎呦，伊若是看到咱两个老的这尔好斗阵，就会愿意嫁来咱家啦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哎。你较有信心的，莫伫遐话衰好无？来啦，行啦。是甚物代志啊？紧入来看卖啊！哈！哎，阿华，是发生甚物代志啊？你怎么今日神都要掉刀啊？伊听讲我要家嫁予恁孙仔吼，伊就要自杀啦。是，阿谦啊，你敢真是遐尼无愿意嫁予阮阿谦哦？来，我嫁予你，敢会来去死？王老爷，老夫人，我欠恁的钱哦。我会想办法还恁啦，但是咧，你莫阁叫阮阿庆啊吼，嫁予王少爷啦。我拜托你啊，我求你啦。阿华，你紧起来啦！恁查某囝若不愿意嫁，我嘛是袂逼伊嫁啦。啊，你欠遐个钱哦，免赶紧还，偷偷来啦。真的啊！
紧来啦！老爷跟老夫人哦，现在多谢啦，紧来啦！老爷、老夫人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！大事了，大事了啊！哈。五十年后，王家已经是地方上的好家人啊！怎怎啊，这个查某囡仔甘愿死，也歹嫁予阿禄的孙阿谦呢？啊！你惨嘛啦你呀！王少爷，救命啊！没事啦，我不是听故意，只是感冒送你吃啦。袂晓紧啦，我甲你感冒打个麻去啊，我要陪你。王少爷，免这多啦。哇，这么慷慨的哇！看这唔怕呐，想不到来这床仔头，阁会拄着一番呐。啊好啊，这无得骗一寡钱来开那用的。少年，吓死嘞！我先帮我背，我背上你了。免啦，我要自己去，我要自己去。好，上你了。你搞骗？这个，嘛无，无甲你放一领袂算真好啊！啊，这车煞无学着，啊，叫变的。万能。坐落，大家紧坐落哦！你约看卖，这个石头啊，确定爱踮咧倒一个杯仔内底。若约会到的人，会使赢双倍钱哦。开始哦。来我要送
爱钱啊，不要紧，我有足侪钱。你看，你家己收起来，紧回去啦。啊，不要紧啊。既然这位小兄弟你这么想要算，我就勉强陪你去算一道。看详细哦。好，你看看麦，石头在倒一个杯仔内底。这内底拢无石头啊！你是在乱讲啥？真是，我无看到内底有石头呢。你不说鬼，你买这个看到位啊？我看到，你拄着一个碎的石头。你两个大石头强！你哪个？你跋歹鸟哦！啊，黑小子，黑小子！哎，这个，这个！你的钢刀来糟糕坏了！啊，哦，你就是这个钢刀的哦，没错，钢刀的哦！什么在我王谦面头前作怪骗人？根本就是提拿刀切尻川！腿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呀，你死囝，走较紧的，哪里忍耐啊啦？老魏，站起来啦！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！老魏，这个慢的啦！你放这边，我再去明化。慢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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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走！来了，你换起来啦，我来加水。下，卡进来，下。哦，叫你上你买啥物啊？你把空来关了。哎，你这人哪安尼哦？啊，弄着人误会，实在够遐尼歹，哈？慢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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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安怎无？哇！我的脚敢若闹着。啊！啊！武林，歹势啦！拄则迄个人是我的朋友，伊甲伊弄着，我代替伊甲你回信嘞，信嘞啦。对啊，迄个是你朋友哦。是啦。啊！恁是安怎互人着啦？啊！这啊，这无啥物好讲的啦。啊！武林，你的脚闹着，无，互我看卖啊。啊！你有影子？我扶你过遐济，来，这里，来，我看麦啊。可能小可会疼，你卡忍耐。夫人，安尼有较好吧？啊，好真济啦，多谢吼。嘉文，你有看两个查某到倒去无？哦，那两个啊，是位那边啊。哦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你哦，食到这年岁啊，阁是这呢爱共创治啊。我虽然哦，在迄个查某囡仔是安怎互人着，不过我无希望互人着着。是讲阿罗啊，咱哪会从来唔爱看过伊啊？嗯，有可能是对外地来看。我当听到伊敢若叫外乡，也不但啊有礼貌，啊星座也袂歹，若是予咱乖孙哦做媳妇，安尼就好啊。你莫搁伫遮哩面盲啦，哦。去做查某囡仔啊！哦，别去，你家去，我才不爱嘞。哎，但是你，你哪个在对家来？阿姨，多谢呢。那多谢。
哎，你敢那真正是空的呢？啊，有啊。哎，你头壳哪个这么严重啊？你有想要家己的好无？当然嘛想，嘛唔过我阿母带去看足侪大夫，开足侪钱，买足侪药，啊，我看我头壳嘛是遮臭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有一款药啊，足有效的，你若是抹起你啊，我保证你的臭头马上好一半。我真正是嘞，啊，我不买。啊，不过这药啊是阮家所传的，是足贵的呢。足贵啊！不要紧，我有钱。我拄则甲你跋筊，还袂输你诶！啊，好啦，药啊卖你好啦。但是我看你头壳两间呢，我嘛才替你艰苦诶呢。啊！你还记得哦？这药啊，你还早暗抹，大干抹哦。早抹大干抹哦！医生，早抹大干抹。现在两个笑嗨嗨，等下要哭无目屎。你讲讲的，钱是头家好骗的嘞。老花啊，你袂当咧骗人的钱啊，紧家己去。我是不爱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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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包就当的。啊！你疯了！老花，老花。嘿，是谁？阿嬷，你安尼是创啥物啦？动作是变高人个呀？哼，老伯咧，你真安尼？别打我！我甲你讲哦，你咧外口四界甲人创治，有人哦来甲你阿公斗啊，你阿公有够生气。小等下，回就别卡安尼，你知无？别卡安尼，好。是毋是阿欠回来啊？哈，是啦，是啦。哎呦喂！你搁在外口遐偌济麻烦，回来啊？无啊，无。无。所以村长因家的花干那是家己弄破，爱娇伊的面真干那米糊，唔是因为你偷啊，因只。阿公，上个月村长哦，做人家当生个阿爸，叫人去做工哦，一工钱干乌白乱扣呢。哎呦，叫人是要怎生活啦？哎呀，讲啊，迄爱娇伊啊，伊卖的米糊哦，足无实在，佫卖遐尼贵。我只不过是替村民哦出一口气，小我甲假死一个尔。你真正是假的啦，刚创治还佫有理由？够贵，贵了。哎，阿罗，我拄啊已经甲伊假死过啊，伊真唔对，后摆袂佫乱来啊啦。哎，是啦，阿公，拄只阿妈有甲我假死啊，我以后袂佫甲人创治啊。我袂阁相信你的话啊！你唔通继续讲咱王家有钱，你就会当伫咧外口咧共欺负呢？我这老的伫咧外口布施做好事，啊！你这个细汉伫咧外口变鬼变怪，伫共创治，啊！莫怪啊！无人敢将查某囝嫁予你啊！哎，恁阿爸阿母伫咧外地做生意，厝内还阁阮这两个老的。你唔通叫是讲你就是王哦，阿公啊，我哪有当作我家己是王啦？我也是真规矩啊，啊遐查某伊哪有不爱嫁我？安着准拄煞，非得我嘛无想要娶。你讲啥？好啦，你莫怕啦。一个了袂啊囝，无甲假释一个是袂用钱，你莫阁保护伊啊。今仔日我一定甲你拍甲叫唔敢。哎呀，好啦，莫怕。你莫管。阿妈。你去嘛？好，你这人，你真正跟我傻了你哦。水果我就不是挑工的，有安怎嘛？吼。哦，就这样呀。我不是挑工来傻的吼。阿天嘛，啊，今日到这为止。好，到这为止。也唔过，我一个月袂予你收，看你变安怎变鬼变怪。哦，水果。
好了，阿妈你说你好。哇，我这个古锥阿妈哦，真正是阿公会去醒呢。啊，不过这一个月卖我收费，我是不敢想我。 袂呢，我一定想些办法。自细汉哦，阿公阿嬷就不准另外人入来学堂，这内面哦一直臭足侪钱的。阿唔过，下骹手人讲捌一只看过歹物仔呢。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嘛把我吓惊过。只要是要安怎才好啦，身骨阁无钱。 嗯嗯，啊，永远袂记。啊，我有早有煮蒜头，阁有糊啊。嘿，就算我有歹命伫的，一定毋敢接近我。为着钱，爱振作。我无钱，我需要钱。钱伫倒，紧找出来。 只有伊哦，会当互别人行到煞着，伊哦无可能煞着啦。对啊，顶摆阮一个兄弟哦，阁会行到去受惊。阿大，我也是真烦恼，我感觉阿欠愈来愈辛苦，袂少呀。我惊伊敢会将王家败掉，王家真正富袂过三代。袂啦，阿欠哦，只是爱耍啦。我相信哦，只要予伊一点仔压力咯，伊一定会甲王家维持甲足好个。 阿大，是安怎？恁毋是向未卜先知，敢免小讲者。这，王康哦，伊确实有可能会将王家败掉啦。真实嘞？假使讲王家的财产真正去予伊败掉，我规气将我的财产我就还予老家。嗯，啊，你是头壳歹去哦，老家已经无人啊。 伊是要安怎，甲财产拢给因啦？嗯，啊，王家的财产嘛是对老家来啊，本来就是爱还给因啦。哎，啊，我再讲，当时咱是无找着少奶奶的尸体呢，无你甲伊还阁活嘞，而且还阁有后代。嗯，啊，你毋是一定找人咧探听啊结果咧？哎，安尼也知。<笑>是啦，也毋过拢无消息。嗯。 安尼就对啊，这就表示哦，老家已经无人啊。就算讲阁有人哦，咱上侪甲当初遐个金银财宝还予因啊。啊，你想要买仓送菜吼，甲王家财产予因，我是袂答应的。严哥。啊好啊好啊，我无爱甲你讲这啦。唉，是讲阿大，啊我甲阿罗做遐尔济功德，敢讲也是无法度撇免富袂过三代命运。 除非替伊娶一个新妇，哈、啊？替阿欠娶一个新妇，哼，俺们着阿婆生囝请拼咧啦，唉。一点仔拢无困难，阮已经帮你找着啊啦。真实嘞？啊是倒一户的姑娘？你哦，明仔载去西川库拉米，看到一个查某囡仔，扛手抓河流，迄人就是你未来的新妇啦。真实嘞？ 原来金喜正毋若讲一直住伫遐王家，阿罗阁传一间佛堂还修行咧。
为着不爱让外人接近，外口搁超工创甲，让看起来敢若真阴松的款。事实上，这是因秘密开会的场所，而且嘛是因佚佗的所在。哦，啊，阿大爱啊，阿无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咱因伫遮吼，咱两个私情安尼。哦，好媳妇，哪有遮好找啊？啊，较有耐心嘞。阿花啊，你的手够要紧啊？我过月啊，手较袂安那啦，我伊个臭头是足可恶嘞，竟然敢来甲我戏人啦！啊，搁我拄着，绝对袂好看。啊，来啊来啊！是恁哦，啊恁恁哪会伫遮咧哭啦？我是大姑娘，是你哦，阮的阿肥哦，破落去啊啦，阿肥。水妹啊。阿肥，阿肥是哪？哎呦，阿肥变哪是囡仔？伊是一尾河流啦。啥？一尾河流？一尾河流那个水骨内底有啥物通好哭的啦？当然嘛爱哭，伊是阮的西瓜宝贝呢。阿肥、啊。水妹，莫莫。好啦好啦，无哩，你莫艰苦啦，阮来甲伊斗找啦。你即摆来就讲。红花，行啦！我不爱啦！行啦！我手痛，我要来接你走。你去来当怪呢？你去无聊，你呆困山。哎呦！布林啊，敢是这位？不是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放弃啦！我爱你啊，放弃啦！好啦，好啦。布林，我搁找到啦，想一尾。啊，嘛不是啊。哎，我恁两个这摆是装啥的哦？花柳先生拢同款，恁来敲架，要知影倒一摆是你的，倒一摆不是。我就是有法度分好清楚你机密啊。我这好啊啦，红花，赶紧找啦。敢袂记？敢袂记？阿罗啊，迄个叫外乡的查某囡仔。手好抓好溜的呢。嗯，空手抓好溜，确实有影厉害。布林，我找到啦，这尾较大只，是唔是尾？啊，对啦对啦，伊就是我的阿肥，阿肥。来来来来，小心哦。我的阿肥。阿母吼是在做唔干呢，可是要加看你一面。阿母看麦，哦，你真照顾子的呢。阿母讲，阿母也是要放你走啦。多谢吼，伊即马会当放伊走啊，放伊走。是啦，阮只是要看伊最后一面，本来就是要将伊放心。多谢恁完成阮的心愿，会用放伊回去啊。你想讲阮两个是白痴哦？阮抓到这么辛苦，还要把你抓起来，你现在还强给放回去，你吃饱受用哦。好啊，阿花，不要紧啦，我给他放走啦。来啦，把手举起来。多谢啦。今天咱抓河流吼，母甲骨辛苦拉撒噶，你敢要安尼好？咱请伊回来住。下手洗洗，顺便啉些茶，吃一粒饭呢。哦，哎，免啦啦，免麻烦啦啦。阿辉啊，你走啦。哎，小弟呢？我会记你，你刚刚叫我兄弟不？阿伯，你这个送给你，当作是给你说多谢。免啦啦，袂当收啦，我若无做啥。不要紧啦，你收起来。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唔好啦。昨个两个变神哦，即摆唔知安怎。叫牙刚夹着，一直就疼。我是应该哦，爱应该关心一下才对。是煞哦，骗一寡收费来开。哦，收啦！是开始开始开始。嗯，不是昨下两个变身啊？敢讲你抢阿爸的物件？
你两个变成那是做啥物啊？卖药啦！阿爸，你是骗啥物件？无啦，哎呦，钱无简单才找到，你就出来乱，还走去啊啦！珍珠啊，是讲即马玉佩伫咧伊的手头，咱会当利用这点找到迄位查某囡仔啊！哎，对对对，阿罗敢会当顺利找到外乡来做伊的孙媳妇呢？阿兼误会讲外乡是变神啊，这为两人的未来造成什么阻碍呢？明仔在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耍台湾之耻加金龟》。啊，咱这鸟七年吼，2008年，就是因为吼，咱这天上的北斗七星，就是咱命里的九星吼。迄个第一粒星吼，对地球的这个磁场影响上大。啊，这粒星因为属水，所以地球吼顶冠所有属金的五行，拢会来生水。所以你若伫个鸟七一年，这一年，不管是你伫这个厝体风水，还是你个人挂的物件，吼，拢用一寡较属金的力量，你伫个鸟七年一年，你就让得到这个生气。根据风水老师的讲法，七年开运的避风就是伫厝内底真侪角落放属金还是属水的物件，亲像放伫大门对事业有利，放伫眼孔对财路有利，伫房间底对感情有利，伫灶卡对财库有利，伫浴巾对健康有利，伫窗仔门对桃花有利。不过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开运会当稳定信心无唔对，认真打拼才是上实在的财富。公平，我对你情深深，我爱你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乎你；爱你啊，青春献乎你；想你啊，永远是。暖